的时候就获得教育部新传奖的一个肯定，在103年时候又获得我们国家无形文化资产增获技术保存证，也就是俗称的人间国宝的一个殊荣。那在103年时候又获得公益的最高荣誉，就是我们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所颁发的国家公益成就奖。那朱老师呢，这一次呢，特别将他这个入行70年的作品，包含了增获，还有木雕。浮雕、泥塑以及漆线等五大技艺的作品，80件的一个作品呢，在我们县立美术馆这边展出哈，而且我们乡亲呢，就一定要把握我们这次难得一见的公益大展。这六岁讲阮老爸学西啊，啊，我当时要学的时候，阮老爸唔肯教我，伊甲我讲，学这个功夫无路用，学半小时，啊，赚也赚无三银钱。我起码才，阮老母听到安尼啊，才讲，啊，你有这边功夫发好，啊，唔传承落去，能够转去，敢是真拍算。那迄阵啊，阮老爸才接受我学西啊，一开始学，目一年已经70年啊。啊，我即摆体会到阮老爸甲我讲即句话，讲学这个功夫无路用，学到半小时啊，确实有影。我这个工算无地深去，食到老学到老，毫无止境，确实真困难。我即马虽然我做70年了，我嘛还搁伫咧工作啊，工作看有法度通搁做较好。我行艺术这条路，我是兴趣，我想着要做啥物，我就甲做啥物。我唔是讲一定着爱做别个，我兴趣我爱做就甲做。